大家好，我是 Johnson 地产三篇会，今日同大家睇个 cottage， 阔嘅50，长嘅系200几尺噶啦，又最紧要系对住湖边嘅。咁我哋一齐去睇睇，平时可以嚟收租 Airbnb 或者自己嚟度假嘅地方。我哋里边咧，通常呢种特点就系特别长咯，之后咧后面壁都好靓，主要通常就系睇埋佢嘅水啊，同埋佢嘅电嘅。咁我哋一齐去睇睇。